Hello， 大家好 ，Ray One Days。好，这一张普罗利三人组他的极限战觉醒已经完成了，那么这一次就来尝试用一下。然后他的比较重点能力就是在于他的这个赤足方面啦，赤到同属族也就体属啦哦，就是可以 extra 再增加自己的能力啦，攻防会多 10% 每一颗珠。如果是赤到宿属或隶属的族啦哦，就是辅助气力加2攻击 39%。如果是支属或者技属的话，然后就是气力加2防御 39% 这个样子啦。然后红气翼的话是攻防各有 15%， 那么就看各种不一样的场合跟面板上面来做决定，这样子要吃什么组。然后气力条24的时候会有必定必杀追加发动，而且剧场版 boss 或者超 boss 类别的角色啦，可以获得减伤再提升，这个我觉得算是还蛮有用的啦。因为算是蛮稀有嘛，增加减伤，然后本身有高确率的回避，再加上那个刺到气科族的话啦，直接有必定的回避啦，所以还蛮 OK。 血量 60% 以下会转族，然后 39% 以下满版转体属族，这样子 OK。 那么我目前来讲的话是只有 55% 啦，然后潜能点方面这个就全部连击彗星，然后这个彗星因为想说讲说有一点输出啦，可是实际的话啦，给连击高一点，然后彗星 normal 一点就差不多啦，因为它本身不自带那个彗星嘛，就多多少少让彗星提上来一点，可以增加一点输出，然后类别就比较少一些。就是长得这么个样子。那么这一次的话要让它吃到 200%， 所以一定是布罗利来带队啦，然后之后哪个诺奇卡拉那一边，然后再拿去跟布马做连接看看，因为布马会转组嘛，对他来说是非常有用的。 OK， 就是这个样子啦。那么我们就这样子的队伍直接 Let's go Golden Freeze 这张哈子带着啦，因为可以跟他做到六条连接，等一下也是可以尝试一下，有机会接触的话。OK， 这边的话顺位还不错哦。这个的话就直接开战就好了啦，没什么特别。差不多这样子。然后考虑一下有没有办法为后面留主啊，好像有点难。好像有点难。可以哦。体属族是留不到，但是技属族有留到，还是 OK， 还是 OK。然后这边861万哈子的话啦，可以提供 30% 的极细辅助啦。如果是全员 crossover， 还可以 extra 多 30%， 不过不可能啦。哈子这一次的话，主要就是带着可以跟三人布罗利，做一个连接，来岩盘上的按摩，大力金刚腿。这个是大王的独家享受，你们这些小兵有机会感受不到，就要感谢了。哇，超有趣！哎咚，有时候我还蛮好奇啦，哈子虽然说有全属性 God， 可是在这一边能不能扛得住也是未知数。哦对呀 ，OK， 这边刚刚好，没把敌人给干掉。漂亮，那么我就可以这样子白发，这样子，杀的，首先这个样子，然后这边的话是有九颗珠，技术是加防啦，比较可惜一点。OK， 现在是三条连接，63000，有诶，对，刺钩珠之后，多呀。268,还不错，54%的防御辅助啦，算到来。对，这边就随便敲啦，反正都是可以把对面看到不要不要的。然后因为是满气24气的关系啦，就必定连击一个必杀，然后有 boss carry 的加成，我看 Lose 打出来的火力应该都会蛮可观的。我靠，很气！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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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收了呗，好好的感受一下，这就是大王当初面对的。这个是修炼道具嘛？好啦，那么好 ，OK， 竟然撞布罗利没死过嘛？来了，1102万没开路 ，death。
哦呀，哇，这个彗星都炸出来了。然后694万原子，这样1800万左右啦，这个火力还不错。萨尔洛这三把1605万，没开路，然后连接也没连到满，在三人组的辅助之下，哎，这个火力展现还蛮漂亮的，有没有？可以啦，老实说，哇哦，三连击，奇迹的三连击出现了。老实说 ，Loze 我还蛮想要开路的。那这个样子的话，来，火鸡，卡拉诺。哇，这边哇，下一轮有一点难留哎。我看是这个技术组这样子 ，OK 了吧？也要再试试看一下要怎么个留法。有大王色大王，有趣。哎，哦，莫西罗，哦，一点啊。一点啦，啥哈哈，1161万，哇哦，这个就是来自大王的辅助。明明布罗利对他做了这么多东西，不愧是好老板。布罗利为他上了这么多脚，他依旧会辅助布罗利。好老板就是好老板。啥的，咚咚咚咚咚。然后下一轮的话啦，那个哈子就可以跟三人组做到满连接了，70%加攻，70%加防，没有记错的话。科技，这边只有六颗珠，那么吃这个样子，然后这边顺珠之后。哎呦，7颗珠碎了。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连接是这个样子的，几乎全满。传说之力，等一下气力条上去之后就可以满连接了。OK， 7颗珠的话，然后辅助，哎，辅助加工，看一下，47万、29万3跟16万。希望三人组有机会出手，我就怕那个好友的大步直接把对面干到爆掉。1460万，你逗的啊 ？OK， 马萨吉，马萨吉去打哈1000万。哎，老实说，好像很难看到我们的三人组展现实力喂。这个大部会把对面干爆啊！呀呗，快！蛮子的可爱，好啦好啦，要死啦要死啦！大王喊着要死啦 ，OK OK OK， 刚刚好，对，1337万，连接全满，7颗珠，嗨，哇，这个哎，超卡哇伊打喽 ，Thank you， 这个起来。很棒很棒很棒。OK， 这一边的话因为连接不是那么理想的关系，我就先让我自己的大步啦齁做这个变身好的啦。不然的话等一下被干死就好笑。OK， 碎了。フィルド展開。31万、49万，怎么个样子？卡拉诺，想一下哦，这一个样子。然后。
这个样子。我在想办法哦，让下一轮有机会可以开那个赤道契壳族。这边的话60%减伤，应该承受得住吧？37万，有够痛！哎，1、2、3，39%的血量 ，hit 大招，下一轮直接转满板，哦啦！哎，等下，等下，这怎么的？罗杰三万会回血，靠！靠北，罗杰三万会回血，烦。2218万，连接不是最理想的状态哦。这个布罗利没开路的，随便随便就2000万了，然后彗星，1500，3700万了。这就是卡米诺的吧？再来，2200，1600，5000万以上的输出了，然后再来，7000万了，哇哦 ，OK， 1000万的普攻米娜桑，普攻就破1000万了，这个布罗利，气笑。哎，对，2146万，我们的洛杰上嘛，在这个费鲁斗的情况下，哎，也是超强的，有没有？获得了非常非常大的提升啊！送啦，有没有？哇、哦、吼！对面已经要挂了，然后洛杰会回血啊！洛杰这么你要回血，烦哦！啊，可是这个样子哦，这样哈，我开一个达布拉库比算了。哎，让他上去前面，18颗珠，享受一下。有费列岛的情况。哎，对，看一下，虽然说只有3颗珠啦，只有3颗珠，感受一下。哎，必定回避，哎，必定回避。哎，对，哎，必定回避，哎，对。必定回避，来啦，4511万，18颗提属珠，然后2840万，虽然说是靠这道具乘上去，但是没开路有这种等级，就是舒服啦。要不然正常的话，就是我的这一张是1000多万，可是吃到满板应该是更高。但是刚才就这么的刚好，这么的刚好，哇哦！这边的话，对面，反正这边其实也无所谓，吃不吃得到多少组了，哎对，反正这边就是在靠道当中 ，OK 的。老师，我有点小担心下一轮会挂掉，只要来不及把对面干掉的话，我们这边就死了。哎，是的，没有威力。对，布罗利1930万。那上一轮在连接方面呢，有多一个超级赛亚人15%会比较理想。可是这边的话，这一轮呢、就没有，所以就火力会比较低一些些。可是即使是这个样子啦，哈，这个布罗利依旧的是暴力。除了暴力没有其他的解释了。不过现在血量已经回到满，所以等一下也只能靠道具再把那个竹子转上去了。再等下再转多一轮看看。哦，1449。所以我的三人组配合布罗利本身呢，即使连接不是太好啦，也就还蛮足够用的。因为会为布罗利在 extra 提供 10% 的那一个减伤的话，然后是非常可怕的加成，本身就已经硬到一个奇效的地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在这个程度之上，哎，又在往上冲，根本就是我卡西达了。OK， 这边的话就再来多一次Double Cookie， 虽然说转的不是很美，契壳珠有，然后最后的话，这个样子啦，等一下就让布罗利把对面给解决掉就算了，
对，落在上嘛，1867万。在这边可以获得的加成真的是有够爽了，不会你直接把对面给干爆了吧？还真的是，哎，对，1762万。啊，这个就比较普通一点点。上一轮那一个4000多万，真的是屁笑。1100 ，OK， 妈，上那个 Filido， 再加上这个 Shuto， 好呗，留那么一滴。看来大王想要感受一下全身按摩，大王想要享受全身按摩，没办法，特地留那么一滴。就为了这个全身按摩，OK 啦，那整体使用下来是还不错。虽然说火力啊、防御力啊、抗热是不是很高啦、哦、可是，在可以回避的关卡，然后又有其他的回避角色存在的话，哎，然后哎呀，什么回避角色？转租角色存在的话啦、哦、可以让这我们的这个三人组更好的吃到契克族的话，那么它可以作为非常非常优秀的一号位角色，然后又可以为后面增加的气力加成，哎，攻防15%加成，然后又有减伤，各种各样的这个提升啊、哦、讲真，对布罗利的队伍的提升啊、哦、是非常非常的显著的啦，大家可以感受得到。嗯，而且看在那个罗杰拉、哦、本身在这个队伍里面也是会有一个更大幅的提升啦、啊、哎，这个还蛮不错的表现，可以啦，非常可以啊，呵呵 OK 啦，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じゃあまたね，拜拜。